我们投三分球吧。那个最恐怖的那个投手，我赢了，所以我请一个教练帮我们二打一，欺负一下他好不好？怎么了哥？我俩哥要能欺负得了他？谁的指尖悄悄的这样吧，我三个你三个，行，看谁进得多。轮到我们的教练队经理人邓伦第一个球，没看见。